How much do we remember from the hands that we held? And how much from the beliefs we upheld?我们这个可丽饼吗？还是之前有吃过呢？我在法国留学四年，经常吃这个，非常好吃的，非常好吃是吧？对，法国很有名的小食品吧。那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怎么样呀？我觉得办得很好呀，这么多小礼物，然后美食可以给同学们拿，可以给同学们吃，然后可以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到法国，了解到法国的饮食文化，包括通过这些小材料也可以知道法国的学习啊教育方面的信息，非常好。好的，那就麻烦你多多给我们的同学们宣传我们的活动啦。OK， 没问题。